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年地产 Vincent， 今天同大家介绍一个 LP 六嘅紧住两房，上面即四九九，我睇下答案先。因为我哋咧右手边咧呢度做咗一组柜啦，摆咗张四型嘅衫出嚟，绝对冇问题。但系佢哋前少少嘅左手边咧有一个 L 型嘅紧住房，一般家电拆晒。咁你咧业主做咗款柜啦 ，sofa 都系摆呢个位置噶啦。然之后露台方面咧，你睇一睇景观，睇翻远景，望到少少近海嘅泳池景咧，觉得几靓。然之後啦，去到浴室方面啦，用浴缸式嘅設計啦，呢度有埋浴室寶。睡房方面見到業主做咗一張碌架牀，擺多張台咧，風度都冇問題嘅。主人房方面啦，見到佢咧做咗一張衣櫃啦、雙人牀啦，同埋一個梳妝台冇問題嘅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單位有興趣，歡迎打個中年地產先生，拜拜。